看那一只，看看熊吧。醒来的哎、欸。嗯，醒来的，对对对。我们要去看哥哥。学二楼风水不好，在一楼就可以。还有一二楼？这上面不是三楼。东西吃完无聊了。这是哪一只？它是野。这只也还年轻啊，这个三岁了，Thank you.